就是照顾2个月左右，他能够让他的一个伤口的那个骨头啊，两条后腿啊，两个骨头能够完全的恢复。嗯，今天呢就是，哎，就直接把狗狗带走了，也是住了10来天的院哈，恢复的挺好。行吧，你走吧，好不好？时间，好不好？你在里边待一会儿，待一会儿，到家就把你给放开了。待一会儿，路上老实一会儿行不行？咱现在回家了啊。嗯，冲了。希望你小十一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第二天花了吗？你要推几盘呢？哎，走了，现在好多了。嗯，看了，是吧？但是他还是疼，哎，走一段，然后。坐一下，有一段坐一些。对，一条长的老弟了，真棒，真棒。应该这边那个还是有点疼。哎呦妈！这次让腿儿不敢落地，这条腿儿已经感觉到它能使上劲了。过来，谁？哎呦！好了，漂亮了。让自己活动活动。还想不出来啊。那个脚的话，现在是能散地了，但是还不能使劲，散地了，能慢慢使上劲了。慢慢的能上劲。对，慢慢还散了，前两天它是一点不散。对。对，能落地了。